安娜。Hello， 蔡大夫先生，这你娃被困。你嘛知影我啊？我打电话问我要创啊？越夜越美丽。咱国遮尔啊少年，当然要好好享受人生啊 ，Enjoy the life。你即马安尼讲，是要约我去夜店了？我若是约你，你敢会来啊？你较正经好无啊？我是倒位无正经啊？你的耳朵是毋是红啊？我无啊。你现在是在用手摸你的大耳朵，对吧？你若需要查甫人，你莫找我，迄只步骤对我无效。需要，我考考你，话莫讲到伤早。我要挂电话啊，晚安。小青蛙，挂挂。你讲啥？明仔再透早九点。我要在山顶办爱心一种活动，我希望恁公司买单派人来参加。你即摆是提小青蛙咧威胁我呀？你是毋是做思念？甲你同款卖只娃娃？啥物卖？明明就足古锥的。小青蛙伫你遐对无？惊醒我啦！嘿咪。你要偌济啊？我爱恁公司的人。来参加这届活动，包括你。那是我去，你小青蛙就会嫌我对吧？明仔在透早九点，村里联合活动中心。你要来阮山顶办爱心活动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甲你斗相共的。阮聚乐集团即个办的爱心义诊活动，就是希望把爱传出去，尤其是山顶的老大人，是阮即个活动特别关爱的对象。我会记得你厝内底有一个 grandma， 对不？哦，是啊。那恁拄好，你甲你的 grandma， 还佮有厝边隔壁的时段。拢找来做伙参加活动。你叫我找阮阿嬷去？安怎？无方便咯、喔？你拄则毋是讲你做支持这个活动诶？无啦，毋是无方便。我的好姐姐，爱记诶哦，带你诶 grandma， 还佮有厝边隔壁诶时段做伙来哦、喔。透早九点，伫个村里联合活动中心，爱记。穿较水的，我要介绍你给我的朋友认识。你要介绍我给大家认识？哦，好，好，那安尼我一定会装好水水，绝对袂让你失面子的。袂用迟到哦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拜。林慧姐，你最好是穿较水的，今日绝对是你的